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2023年3月22日，枪手将向奥迪加特提供肥约。据英国媒体 Football Transfers 报道，阿仙奴将向球队队长马田奥迪加特提供一份新约，直至2030年。报道称，阿仙奴将为这名挪威国脚提供一份丰厚的合同，以表彰他本赛季的出色表现。马田奥迪加特和他的代表将在格列萨卡和威廉沙列巴完成续约后与球会谈判并敲定新约。24岁的马田奥迪加特本赛季代表阿仙奴出战35场，攻入10球，另有7次助攻，是枪手进攻端不可或缺的一员。马田奥迪加特和阿仙奴目前的合约将于2025年6月底到期。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